好，大家好，各位关心自己的未来吗？可悲，不行听哦，不然我讲不下去喽。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是未来50年会有的改变。首先，我要先跟各位报告的是交通篇。交通篇，各位有在骑机车吗？来点欢呼声。好，非常多人在骑机车，我也是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是我爸妈小时候的车牌号码，总共是6码，都是数字，并没有任何的英文。那再来呢？这是我小时候的车牌号码，就是因为随着这个机车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所以呢，我们加入了这个英文的元素进来，但是同样维持6码。那再来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现代的机车车牌了，对吗？就是大家如果仔细发现的话，可以看到车牌有稍微的变长了一点，然后一样是维持英文的元素和数字的元素。那在这边跟各位报告，在非常快的未来，我们即将纳入更多的元素，像是 Purple Murphy 还有甲乙丙丁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牌，它是5 5 5 X 1 I O 0，还跟得上吗？那这边的车牌是7星 C 7星 C， 丁丁丁西丁西丁西西特。未来的车牌可能就是会变得那么复杂。当然，大家我刚刚有说到了，前面还有个我爱宜城，谢谢你。刚刚我有说到了，就是呢，我们的车牌有稍微的变长一点。那在未来的50年内呢，我们的车牌确实有可能会越来越长。那你一定会说啊，这样车牌这么长，骑在路上都会打架，这样很不好，造成很多行车纠纷，怎么办？哦，没有人问是吗？没有关系，我帮你问。没有关系，这样子的车牌确实有可能可以拿来打架，非常的方便。当然，人类是不可能让这件事情发生的。所以呢，在未来我们会研发出跑马灯式的车牌，这就是交通篇的部分。那再来，我们来看生活起居篇。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个大家都感到非常困扰的事情，这什么事情呢？就是马桶水喷屁屁。各位，马桶水喷屁屁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大便特别硬的那一天，你大便掉到水里面的时候，扑通，水喷到屁屁，那种感觉太讨厌了。对吗？给我讨厌这个感觉的有没有欢呼？恶心，很恶烂。跟各位介绍，在未来的50年，我们即将迎接的是高马桶时代。高马桶时代，在2070年，我们即将首创我们的阶梯式的高马桶。跟各位介绍这款马桶非常的新颖。首先看到这款马桶，高马桶，是的，这款高马桶当大便咻咻咻嘣。它只会喷到这边，并不会喷到我们的屁屁，就是这么干净，这么的舒服。那你又说，哦，这一款阶梯式的高马桶好像没有照顾到什么我们的身障人士，是不是呢？放心，我们的团队呢有研发出残障人士专用的高马桶，我们非常贴心。那以上就是生活起居篇。最后呢，要跟各位带来的是我们的民以食为篇，就是吃的部分。大家驾崩红背多，大家都很重视吃。而我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，大家人手都有一台智慧型手机，上面都有美食 APP 哦，动动指尖，上百种美食近在眼前，对吗？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被解决哦，就是我们吃优格的时候会被干到穷酸呀。吃优格的时候会舔那个盖子的，有没有欢呼声？有没有穷，一群穷鬼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团队已经帮大家设想到了这个部分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优格的包装。那在未来的50年内，我们即将迎接的是高优格时代。跟各位介绍这款包装非常的厉害。首先呢，优格只会积在1/3的部分，上面全部都是空的哦。你就说哦，好浪费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优格始终是不会碰到上面的盖子的。这样子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的盖子会保持干净，你不用舔，都不用。但是你会问说，哦，这款包装好像很浪费，很不环保。
是的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过度包装的时代即将来临。你说啊，海里的海龟好可怜，每天都哭哭。是的，接下来迎接的就是我们的海龟越来越不快乐的时代。但是也不用担心，我们在50年后呢，即将迎接我们海龟第一届的时装走秀。以上就是50年内会有的变化，谢谢大家。那接下来我要来唱歌喽，唱歌时间到喽。好的，那今天先跟各位分享一个我前几天的发生的故事。那这个故事就是那天我在坐火车的时候，那我旁边坐的这一位阿伯，有没有觉得这位阿伯很眼熟呢？就是这位阿伯。那当时呢，我看到已经到下一站树林站了，我看到对面有个位置空了出来，我就想要换到那一个位置去。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同样的经验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你会特别顾虑你旁边这个人的感受，你怕你突然换位置，而且只是换到对面，他会觉得，你是不是嫌弃我了？我身上有体臭吗？怎么要离我而去？所以我就想要在这边跟大家，跟这个阿伯，我在这边想要跟这位阿伯说。阿伯阿伯，对不起，我想换到对面去，请你不要太介意，我看见你的手机。事实上呢，就不想坐在这一位看 A 片的阿伯旁边。我正要起身的时候，又看到对面的位置又被下一个人坐下了，所以我就尴尬的继续坐在原本的位置。阿伯竟然开口跟我说：“小贼派谁打扰你？我不小心加入这个蓝群，如果你不会介意，请。”叫我怎么下载？这时候过来一位阿桑，我想要起身摆脱这位阿伯，顺便让位给阿桑。阿桑阿桑，你爱在家吗？家有一个位无人来坐，你客真济物件徛咧无方便，安遐唔是安遐下家。原来是客家的阿嬷。这个时候呢，火车突然紧急刹车，阿桑刚刚买的蔬菜全部都飞出来了。Oh no！ 你还好吗？安嘿唔是安嘿搞好痛。阿桑，我听不懂客家话，弟弟，你不要在这里吹纸笛好不好？我其实默默注意到躺在地上的玉米看起来非常无奈。你们都没戴口罩，变爆米花了。谢谢大家。好的，那时间过得很快，马上要进入这边的朋友是一直看不到什么投影幕，有点被遮到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只能在这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的，那这首歌是一首轻快的歌曲，那想说跟大家借那个手来帮我打拍子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先刷个前奏，你们试打看看喽。大概是这样，来，快乐的超市哦。好，那我开始喽。很不错哦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最快乐的连锁超市，有买好多蔬菜，好多水果，应有尽有。一早被放在架上，青菜被客人选上，有选择障碍的客人我最喜欢，我好开心哦。客人身上的时候，被抱在胸口，我好开心哦。他一下不要我，一下又要我，反复摸蹭在胸口，我好开心哦，好爽哦，好爽哦。我是红萝卜。
送回家的奇怪的位置，一下好臭，但我好开心哦，臭臭，我好开心哦，虽然我只是客气过，被放在口袋中，抛弃了吧。我是刻花生，我被藏在鼻孔里，我是小黄瓜，被藏在哪里呀，好爽哦，我好开心哦，虽然我只是颗苹果，被放在头顶哦，这里好高哦，好高哦，好高哦，